该刚讲，欢迎收看涨跌密码。来看今天台北股市开高走低，震荡又超过百点哦。中场是下跌43点，收在17078点，成交量呢是3084亿。那今天盘是怎么做解析呢？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，首先欢迎到的是大宇国际投顾张宇明分析师，张老师好。林娟好，投资朋友大家好。第二位欢迎到陈奕群分析师，奕群好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，今天盘面上挂掌握，赶快为您先请教张宇明分析师。好的，大盘最近就在这边涨涨跌跌。那我想盘面上比较大的两个焦点，当然是电子跟航运。航运股昨天啊量上来，表现也不差。今天的报纸啊头版都在讲航运股，我们看一下报纸今天怎么讲哈。我们看一下来，啊，我们看一下内容哈。好，人气回笼，航海王大复活，量又上来到700亿哈。所以今天的工商头版是把航运股当作最主要的一个标题哈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，也是一样哈。货柜三雄领涨，这个成交量将近30%。当然，你看到这个讯息，你会觉得好像航运股又非常棒了。但是张一鸣怎么跟你讲？我没跟你看到这个哦，就说航运股很好，没有啊，我不是这样讲的啊。我们看一下航运股哈。好，今天成交值的排行榜里面前三名全部是航运股，但是我们把这放大一下哈。好，长荣、万海跟阳明，可是啊，这个长荣也没涨，这个阳明也没涨，今天涨不动了哈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那我想航运股到底谁说得准？那今天都已经11月了，那你看1到10月，航运股谁做对了，谁做错了？做错你就不用再听了，你听他讲也没有用，他告诉你的答案也可能是错误的哈。来，2021年谁操作航运股，每一档都赚钱的？哎，那个人就是我，所以我想我来讲航运股应该是最有资格的哈。在7月23号，我跟大家讲，航运股赚大钱，而且全身而退啊！到今天我不做航运股了。那为什么这样想法？为什么这样操作？我不会看到昨天，因为航运股成交比重来到28%啊，这个唯一啊20大类股最强。然后我就跟你说，跟报纸一样，就跟你说航运股航海王又回来了。我没有这样讲啊，我昨天也不是这样解盘的。我昨天怎么讲？有啊，我跟你说航运股还没有翻多啊。你不要乱追啊，有啊，一定讲很清楚哦，在空头格局里面。所以想想看，如果你每次看到涨就要追，那今年2021年，你看你要损失多惨重啊，这51%可能就是你赔的齁。航运三雄啊，每一档都跌超过50%。那我想市场受伤的投资人非常非常的多。那格局是什么？如果你看不清楚，那这一段一定就是你会赔掉的。这样懂意思吗？好，航运股之外还有一档股票也是航运股啊，因为它26开头的。啊，连续拉两个停板，昨天跳空涨停，啊，市场一大堆人，哦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这叫什么？啊，叫东升了哈，东升，好，跳空涨停，昨天在呀，涨停板再一个跳空涨停啊，就连拉两个涨停板，所以市场很多人在谈东升了，啊，东升谁做的最好？你问他就对了嘛，啊，东升到底翻多了没？你要问他，你不要看两根涨停板就会追，那你很容易就会受伤，啊，做股票记得4个字。叫做见好就收，因为这是人性的弱点。你赚到钱，你就一时想要凹下去嘛，还是啊，整个市场股市操作重要一个保命符，所以见好就收这个非常重要。所以这一段哦，大涨2倍哦，那你有没有高点把它卖掉？那如果没有，到现在套牢还没有解套，是不是？那张明有这样做吗？有这一段大赚，然后见好就收，然后把钱放到口袋吗？哎，真的有哎，不多了，赚2倍。我赚这2倍之后，把钱放口袋了哈，最后一次出场。7月23号我就不做东升了，这才正确的操作。那昨天连拉两个停板了，要不要进去？请问有翻多吗？没有啊，啊没有，你要进去干嘛？懂意思吗？所以操作一定要有纪律，没有纪律就很容易产生伤害。那目前这个格局还没有翻多了，不用急哈。好，那我们回到大盘，大盘或是类股或是个股，我们先讲大盘。大盘的多空行情如何研判？投资朋友，你要想的是一个东西，叫做高手。操盘手的一个思维是什么？当你有一天变成一个高手了，你在看大盘一定不一样嘛，不然你怎么会变高手？那散户看什么？看报纸就满天飞啊，乱追股票啊。那高手不是这样的，高手的思维你要把它记下来哈。那什么是高手？什么操盘手的思维？他们一定跟散户是不一样的。那高手如果来研判这个大盘，大盘要研判，其实从5大方向去看，很简单就会有答案哦。这也是高手的思维，也是操盘手的思维哦。要从均线，从啊现行均线形态架构啊，跟啊这个啊5大全指股，尤其是5大全指股，为什么要从这个方向去研判？来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均线啊，均线就是3个死亡交叉，
那三个死亡交叉像什么？像一个人被刺了三把刀，刺一刀，刺两刀，刺三刀。一个人短期之内没有很久啊，大概两三个月而已啊，连续被刺了三刀，那你说这个人很健康啊，可以代表我们国家参加奥运跑五千公尺？我是觉得应该不大可能啊，懂意思吗？因为人家连续被刺了三刀嘛，所以这状况当然是有一定的伤害是存在的。那我们另外再从形态上来看，来看到吗？这是一个头，哎，这也是一个头，这小头，这也是小头，左肩、右肩，这是一个大头，头部、头肩顶，对不对？顶部的顶，所以这个形态造成要花多久？要花五个月呢？那怎么可能用这个一个月的 W 底就把它五个月突破？这很困难的。所以我们这形态造成不容易，那告诉我们的形态是不对的哈。那如果你从周线来看也是一样，有没有？左肩、右肩、头部，这也是一个很不好的形态啊，头部的形态啊，头部的一个形态形成的。日线也一样，周线也一样。所以我们看完之后，我们再回到最后一个五大全指股。高手为什么看五大全指股？因为他们占大盘比重太重了。你这五档股票看不懂，你大盘怎么研判？你没办法研判啊。为什么？来，为什么这五大全指股，鸿海、联发科、大立光、联电、台积电，为什么这五大全股特别重要？因为他们占电子股 60%。 天哪，60%的比重是他们五档搞掉了，占大盘 36%。 那你这五档看不懂，你告诉我你怎么分析啊？你没办法分析啊。所以你在做股票的同时，你要想什么？你要想高手是怎么想的，股市的赢家他们怎么来想这个盘，他们现在在想什么，他们想要买什么，他们的思考是什么，这才是你要想的，懂意思吗？只有你把你的思考变成高手的思考，你有一天才会变高手，你才会变一个顶级的操盘手，你才能在股市里面成为赢家嘛。为什么他们要看五大全指股？哦，原来如此，占这么高的比重 60%。 那你不看它你怎么研判它？研判大盘不可能啊。来，鸿海对不对？当股价在这里看过来，哎呦天哪，这集结在这里，均线也是集结，然后卖出讯号这么多，压力这么沉重，卖出讯号就是压力嘛。那压力这么沉重，它怎么涨啊？所以有人说鸿海不是要搞这个台湾的电动车联盟的盟主吗？盟主也没用啊，盟主也是不会涨啊，因为压力太沉重嘛，它并没有克服嘛，懂意思吗？联发科重不重要？当然很重要啊 ，IC 设计的一个龙头。好，那我们看联发科在这里929，最大压力945。没错 ,945。那请问它有突破吗？不但没有突破，你看这里压力 ,1,2,3,4,5,6,7,8,9,10。因为太密我数不清楚。一大堆压力就密集在这里。这就是敌人。懂意思吗？那你要出门，可是你的门口，哇靠，站了一大堆坏人，拿刀拿枪的，你怎么出去啊？你出去他就砍你了。不是吗？所以你怎么出去？表示这里压力非常沉重。那怎么办？打电话给警察，说警察门口站很多坏人，有拿刀有拿枪。警察就过来把这人赶走了，不是吗？把他抓到警察局了嘛。虽然简单，这么多压力他没办法马上突破嘛。好，大立光还在破底，我们就不说了。台积电这个10月15号新闻，第三季营收跟获利啊双创新高。这一天到现在已经经过15个交易日了，因为今天已经11月4号了。我们看一下，来，这电话簿在这里，这个红棒就是啊，站上600块。那你看经过15天，今天怎么变成580起？那请问台积电有涨吗？发了这么大力多，就搞了半天也是没涨，一日行情，哇，又掉下来，已经580级了，投资朋友。所以想想看，台积电这个线型对吗？如果我跟你说对，你也不相信了。啊，对，为什么不会涨？这么大力多发出来都不会涨，那表示它一定有问题嘛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把它切入股神系统看一下。哎呦，天哪，三线都在空头格局，对不对？卖出讯号一大堆，1,2,3,4,5,6,7,8,9,10,11，数不清啊，太多了。所以这么大的卖压没有克服，请问台积电要怎么涨啊？联电也一样啊，一大堆卖压在门口，那请问它要怎么涨？所以当你把这五档最重要的股票看完了，请问大盘要涨吗？那你不就有答案了吗？高手也是要这样看的，高手错过这五档，他也没办法研判大盘。所以你要训练自己，高手在想什么，你跟着想，有一天你就会变高手了。你要突破散户的思维，不要每天报纸拿起来，赶快网络上手机看有什么新闻。那个没有用，你看那个做不赢哈。所以你要想的什么？高手在想什么？他们一定想这五档股票这么重要，每天都要观察它、分析它，到底压力突破了没？线型突破了没？对不对？它有没有机会往上攻？那如果都没有，那大盘就不会涨，很简单啊，就盘在这里啊。今天涨50点，明天跌40点，有意义吗？没有用啊，懂意思吗？所以你要懂
懂什么？懂高手的思维，操盘手的思维，他不是散户，所以他跟散户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思维，你要成为高手是不可能的，好不好？来，那大盘我们这样是不是有结论呢？就是空头格局啊，这我不是今天才告诉你的，昨天涨我是这样跟你讲，就是空头格局啊，就是一个什么个股表现而已，压力非常沉重嘛，再就是个个股表现，少数的个股表现而已。所以这时候整个成败基础是什么？就是选股，你有没有能力选到好的股票？那如果没有，那就很困难。来，今天涨什么？涨停板的其实也不多了，今天是10月10号，几档？大概12档。那你发现三档是我们昨天讲的，台阳啦，对不对？这个建汉啦，还有什么世新科啊？这些股票，张爱民你有讲吗？有啊，有啊，这是。股票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三档股票今天攻上涨停板，这股票在哪里？在这里啊！来，我们看这里有没有？有啊，在这里啊！建汉啊，台阳啊，世新科啊，不在这里吗？这一张资料不是我这两天送给你的吗？有啊，就在这里啊！啊，镜头可以拉近一点，来，有没有？这不叫建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叫台阳？是不是叫世新科？那请问今天三档股票的表现怎么样？都涨停啊，不是吗？投资朋友。有啊，你看今天涨停板其实不多哎，这是不是建汉？没错嘛，这是不是台阳？没错嘛，哈，对不对？这不是世新科，建汉在这里，投资朋友，所以你有没有办法选出几档股票，然后会在涨停板里面，它还站得进去的？涨停板可能就10档而已，它还站里面，还可以站3档，所以你必须有选股能力。那选股能力怎么来？当然就是高手的思维，你要了解高手在想什么，选股方向要把它搞对。那不然股票要涨停板就很困难，好不好？就这样找出来，所以我把这个资料啊免费送给大家，很多人来索取，我知道还有很多人没有索取。现在你可以做一个动作，拿起笔，拿起纸，把张爱民的 ID 码记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小老鼠 A25006999， 这份资料是要免费送给你的，不用客气就来拿做参考了。好，那我把详细内容写在里面。好，台阳我就要攻上涨停板了。台阳，你不要小看台阳啊，它是20几块涨上来，然后今天涨到这个81块了啊，涨了4倍以上，也是很强的哈。今年来讲，台阳也是涨4倍，也是了不起的哈。好，台阳在这里，那你说，张爱民，你前两天不是把它卖掉了？对啊，我为什么把它卖掉？因为低线好像拉不起来，所以我把它卖掉嘛哈。所以你看这个就很明显，今天才有三线翻多嘛，这里出现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卖出讯号，下面出现一个、两个、三个买进讯号，三线。刚刚翻多，但是没有站得很稳，因为压力也没有完全突破，所以前两天小赚我就把它出场了啊，原因就在这里了哈。好，另外一档，这前两天的call嘛，10月1号哈，叫建汉，对不对？好，建汉今天攻上的涨停板是26.7元，我们看一下建汉，张爱民就是卖26.7啊，看到吗？赚19%把它卖掉了哈啊，这个11月2号两天前，为什么投资朋友涨一波上来了啊？那如果再涨就会被分盘交易，所以我就先出场一次。那盘了两天今天又拉上来了，也随着这个台阳涨上来，因为它是台阳的母公司，它持有台阳 23.67, 所以台阳今天先涨停，建汉就跟着涨停。这也是高手思维的一部分。你要买建汉，你眼睛是盯着台阳。台阳如果不会涨，建汉就不会涨。这样懂意思吗？所以你要强了一点哦。那我卖掉之后，你看昨天两天前卖掉跌了7%。哎呦，客人说好厉害，刚好卖完就跌7%，几乎卖到最高点哈。那今天又回到这个26.7附近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错了哈，拉上来今天又是一个三线翻多架构有机会我还是会进场买建汉的哈。好，那我们讲高手思维、赢家思维，他们在想什么？他为什么可以变成世界首富？这个人是特斯拉的总裁，叫马斯克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会成为世界首富？而且可能未来几年这个宝座会坐得稳稳的，他到底在做什么？这就是你要思考的，他是目前在搞什么？他为什么可以变成世界首富？他在搞什么？不用讲，每个人都知道电动车嘛。少数人不知道什么，就是他要开始搞卫星了，已经发射1700多颗卫星上去。他要做的不是高轨，也不是中轨，他是做低轨卫星。那低轨卫星要做什么？就是给电动车用的，就是6G 通讯啊。因为电动车开，你看很快，速度100公里，这个一秒钟大概跑快30公尺。那如果一般的讯号不好，你现在5G 讯号可能会比4G 好嘛？那如果在讯号不好的时候，我们上打电话，喂，阿克波声啊，听不，因为讯号断掉了。那电动车断3秒了，跑快100公尺了，那撞死10只猫了，当然不行。所以它需要通讯品质，
势必更高。那最后谁来完成？当然就低轨卫星来完成。所以他做低轨卫星其实跟通电动车是结合在一起的，懂意思吗？那未来要做什么？做太阳能，太阳能充完电之后要储存啊， 没储存不行。那储存之后，也可以给电动车用啊，你来充电就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其实做的是一个连环，可是这四项也是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啊。所以你要知道高手思维、赢家思维，有钱人在想什么，他们在做什么，那些股票就很容易涨。所以你看电动车、低轨卫星涨翻天了，对不对？电动车已经涨一波，低轨卫星才刚涨没多久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他所谓的星链计划，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内容，你可以手机拍起来慢慢研究了。他把12000颗的卫星打到天空做低轨卫星啊，形成绵密的6G 通信网，给电动车啊，还有这个卫星手机来用，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计划。好，所以我们的股票到底涨什么，要买什么题材？题材，题材啊，很简单，没有题材获利很好也不一定会涨。真的有这种例子吗？没有题材获利很好不会涨吗？有啊，航运股就是啊，不是吗？面板也是啊，低润也是啊，他们获利也没有很差，可是涨不动啊。面板双虎赚1000亿也涨不动嘛，没有题材，懂意思吗？好，亚马逊要做什么？他要搞低轨卫星。天哪，这个贝佐斯特别，他也是有钱人，对，世界都排名了，他也要来搞低轨卫星。这就是潮流，这就是题材，懂意思吗？所以你要知道赢家思维、操盘手的思维，他们在想什么，懂意思吗？好不好？好，电动车，好，现在市场都在这。电动车你要想什么？很简单，如果是一个赢家，他一样，我要想，那我要买哪一个题材？电动车还是有分啊，你要做全部的电动车，像鸿海就要做整台电动车嘛，那要还是要做电子啊？像这个。啊，有些公司啊是只做专做电池的啊，美骑马啦等等哈。那比如说你要做材料啊，什么鹏程啦，那你要做它的车灯啦等等，还是你要做软体？那哪一个比较有机会？这就是赢家要思考的。当他想清楚了，他才会找那个方向的股票去买。他不随便买一个电动车题材的股票，那个没有用。所以你要先想清楚，赢家也是这样想，懂意思吗？哈，那台湾最强当然在晶片了哈。好，那我们说电动车成败关键两个因素是电池。电池的专利、电池的技术、电池的原料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这些东西，你怎么做电池？要有什么丰富的软体 APP 啊，不断的更新啊，甚至要能够抢得市场的先机。那如果没有这些东西，你要去做整台电动车，好，还是加标嘞？你可能只能选择做一部分啊。我要做电池的材料，材料要分正极、又跟负极、跟隔离板，那你到底要做哪一个？要分电解液，对不对？你要做哪一个？所以要想清楚啊。赢家也是这样想的，懂意思吗？电动车。没错啊，底盘很强啊，很好啊，它全部都电池啊，懂意思吗？这么多电池有商机啊，所以最近在涨什么？涨电动车电池啊，不是吗？不是涨电动车整台的呢，懂意思吗？一样鸿海一样电动车底盘啊，这都什么？都电池在里面呢、啊，因为它没有引擎，它只有电池，懂意思吗？所以整台底盘都是电池哈，好不好？所以电动车电池牵涉到什么？拍起来，我是没时间讲，你刚刚拍起来慢慢研究了哈，以后有机会再讲。全球车厂。为什么推电动速度比特斯拉慢？他们是没有这个技术吗？当然不是啊！你手机拍起来，我里面写很清楚，你慢慢研究，你就知道答案你要选什么了。所以有了方向，你没办法厘清，你就会买到错的股票。高手思维，你要先把它想清楚，知道这个原因，你才能去选股票嘛。哈，卫星又分为哪三类？高轨、中轨、低轨啊。那哪一个有商机？当然是低轨卫星，不是高轨卫星。你又不是做气象台、做气象云图，所以你要知道。知道了你才能去选股，这就是高手的思维，懂意思吗？他如果没有搞清楚，他不会去选的，你选的没有用，选错股票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盛大哥，涨停板哦，礼拜三涨停板，礼拜一也涨停啊，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强？投资朋友，哦哟，当然是跟相关的，我刚刚讲的卫星、电动车都有关系的嘛，原来他这架构是完全正确的，懂意思吗？所以选股一定要逻辑啊，一定要思维，思维一定是高手思维，不要是散户的思维哈。未来散户。在想什么？才会在讲报纸发什么新闻？未来高手在想什么？他在想的不是2021年，他在想2022年的题材是什么？今年2021要结束了，剩两个月了，不到了。2022年四大题材是什么？这现在是高手在想。投资朋友，那如果问你，你一定没有答案呢。来，2022年四大题材是什么？你一定不知道。没关系，不知道等一下讲。你不知道你怎么选股票？这就是高手的思维。先把题材找好，题材里面再细分。刚刚讲电池里面，啊，你要做电动车，你要做电池，你要做软体，对，你要做那些零组件，还是你要做啊
啊，晶片，你要先搞清楚嘛，懂意思吗？2022年市场最重要四大题材，如果你没办法知道，那你怎么选股票？你的选股方向一定会乱掉的，懂吗？等一下我在下半段来讲这个，好不好？这两天发给大家的电动车、低轨卫星相关的股票，今天表现还是非常好啊！今天总共有三档股票攻上了涨停板，好不好？这份资料是免费送给你，可以来跟赵爱民索取，小老鼠 A25006999 啊，加赖就可以。详细内容啊，资料啊发给你之后，你可以跟服务员做联系，他会给你做一些啊补充的说明。我们把时间交给庭娟。好，那么更多操作建议，广回来继续再请赵玉明老师帮大家做解析。东森粉丝，那你手机扫描 QR Code， 扫描免费加入我们的 Lite，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，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，有任何持股的问题就一并留下来，赵玉明会尽速回答你。记得来扫描 QR Code 啊，用 Lite 加好朋友扫描就可以，扫描免费加入啊，这是免费的。你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，加入 Lite 是免费，说你是东森粉丝，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。有任何问题留下来，张一鸣会尽速回答你。欢迎回到涨跌密码，进入个股解析，我们再把时间交给赵明老师。好的，先要有高手思维，你才能够变成高手啊！高手思维一定跟散户是不一样的。啊、我们看这个新闻，面板双虎前三季赚千亿，哦，不得了，两家公司赚1000亿哈，了不起哈！啊，登了两个新闻。那请问为什么这么大的获利，要股价跌五成？奇怪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当你看到这里，散户在想什么？他想说，这么好的公司，我们还来等？反正散户在乡下、啊、坐公车啊，每次要等很久，不像台北公车三分钟一班，乡下公车有时候一个小时才一班呢、啊。啊，像我们水林啊，我住在水林乡大沟村，要坐到北港，我小时候啊，一台公车一个小时。所以散户啊，他用这个等公车的心态，乡下等公车的心态来买股票，没关系啊，这么好，我们来等。不对了，所以散户大部分都赔钱哈、哦。好，为什么这么好啊？股价一直跌，那高手在想什么？一定有问题，一定有状况。为什么大股东也不要，主力做手也不要，散户对不对？只拼命买。那三大法人为什么都不要？啊，如果要，怎么会这样一直跌呢？不是吗？那大股东如果要，怎么一直跌呢？不可能嘛。所以一定有原因。啊，高手一定知道，他一定有原因，懂吗？啊，你这个原因你不一定知道，那只是知道说这个状况有了，那不会去买这种股票了，懂意思吗？好，为什么面板双虎赚千亿，股价跌五成？原因在这里啊。因为股票买的是未来，不是过去啊。过去赚千亿，未来不好就不行了，懂意思吗？面板的问题在哪里？技术赢不过日韩，价格打不过大陆啊。这个高成本，因为投入完面板厂成本都很高哦，低毛利，这种公司原则上投资性很低啊，所以你看股价都很低哈、哦。原因什么？就这样啊。尤其高资本低毛利的公司，你要投很多很多钱啊，毛利一点点，股价也不会涨。所以这种公司啊，这个啊主力措手比较不喜欢哦，好不好？好。面板这个 iPhone 13用京东方，它不用友达，也不用群创的，它用京东方的。京东方就大陆的公司啊，为什么？刚好今天报登出来，你就知道为什么哈。好，群创，哎呦，这股价怎么跌成这样？那股价你买也没有用啊，懂意思吗？南亚科也是一样，股价跌10几%呢。来，哎呦天哪、啊，原来早就死亡交叉了，对不对？那早就有问题了嘛哈。好，一大堆利多发出来，这不今天都这几个月的利多发完之后，没有用啊，7个利多。发现股价一直跌，原因是什么？一定有状况，只是你看不出来，懂意思吗？哦，今天看到7个月已经探底，那、啊、为什么不早告诉你呢？啊、哦，对不对？这个操盘手思维跟散户是不一样的，来啊、哦，格局是不对的嘛，当然不会涨啊，懂意思吗？发完利空，发完利空反而股价不会跌啊、哦，你看到吗？发利多一直跌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可能股票丢给散户嘛，好不好？好，操盘手思维你要来建立，他在想什么？他在想2022年，就是明年。四大题材是什么？这他在想了。这题材里面哪些有机会？来，2020年的四大，22年的四大题材是什么？明年的题材是什么？这里，懂吗？那哪些股票有机会？这才是他们要想的，懂意思吗？马克思为什么要做这四个东西？电动车啦、啊，低轨卫星啊，对不对？亚马逊为什么要抢进低轨卫星？你想，为什么有钱人都在搞这些东西？原来四大题材嘛，懂意思吗？好不好？特斯拉开始要做这个、啊。没有驾驶方向盘的这个电动车了啊！电动车技术在哪里？专利在哪里？你要去想。好，这些公司啊，股票昨天发去三档涨停板，你现在可以记得赵爱民的 Lite 小老鼠 A25006999，免费来索取这份重要的资料。把时间交给庭娟。好，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，请观看本公司与所推荐。东森粉丝，那你手机扫描 QR Code， 扫描免费加入我们的 Lite，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，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。有任何持股的问题，就一并留下来，赵爱民会尽速。
所以大家你记得来扫描 QR Code 啊，用 LINE 加好朋友扫描就可以，扫描免费加入啊，这是免费的。你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，加入 LINE 是免费，说你是东森粉丝，并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。有任何问题留下来，张以明会尽速回答你。